好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大三角这边的另一档的马来人炒面 Mirabus， 是我们这一带蛮著名的，蛮多人来吃的。不一样的哈。那是瓜干。来了。又是什么？炒蛋，五鸡梨，五菜。It's a common meat goreng, okay? 哎，有。这桌，然后。炒花。这样子啊 ？Normal。Normal。Everything seems normal. Yes. 很好。真的，它的 tomato 的味道比较 strong 一点，好像 tomato sauce 这样的。tomato sauce， 要。tomato sauce， 不错吃啊 ，OK 啊，那味道够啊，够 strong， 够 strong， 够好吃。也是一样，手冻都不干，也是都不干吧，然后 standard 猪肉 ，standard 的那个。蛋哦，水煮蛋是啊， I think 水煮蛋够。Hard boiled egg。Hard boiled egg。上面那没什么味道哎。你再可以口麦不好的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讲的。吃不出味道哦。I think 我穿看它的那个米果，你看。来 ，Ashley。味道，螃蟹。OK， 不像没有，它是淡淡，因为它水比较多一点，其实是有味道的，有味道，是没有那么重的。OK 啊 ，which means 啊，你吃味道没有？吃没有味道哦 ，maybe 我比较重口味吧，有一点特别了。我看这个比较好，它的米糕的会比较好吃。是啊。肉片，这个跟人家别说像不太一样的，它比较辣，但比较tomato感觉。我觉得比较tomato哎。没事啊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很入味噻，啊，炒蛋很入味。如果它面多一点炒蛋就好吃了。我觉得可以让它加。可以聊，我觉得本身放皮花比较入味，黄面不但很细。不然以后我们就叫手工的。没有手工鼻粉，手工鼻粉蛮不错。不用鼻粉了，手工的。它真的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完马来人的这个米糕了，我们要去下一站，又再吃别的啦，走。介绍，介绍，我介绍了，有什么好喝的？有什么好喝的？喝的有普洱、合川、枣树、春燕、六宝茶，还有铁观音，还有人参乌龙。然后你喜欢喝哪一个？他传了传了。喜欢喝双龙珠，双龙珠还是奶茶 ，Dragon Ball 一种可以消毒的茶，哇，还可以消毒，可以消什么毒？
就是如果你肚子里面好像有那些毒啊，你喝这个双龙珠下去哈，它会帮你解毒哦。啊 ，OK 吗 ？OK。啊，双龙珠了 ，OK 了。OK。怎么吃了吗？我要茶叶蛋。茶叶蛋。我是一个了，嗯，茶叶蛋。你要吗？两粒茶叶蛋。好呗。来，我们看表演一下舞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哇。慢慢来。可以教的。但是不可以玩火哎。玩火高手。玩火高手。知名啊。我炸。嚯！我闪电电。想用想喝。想喝喽。嗯。这个是所谓的 Dragon Ball。来，我们看。我看到 Dragon Ball 出来了。哇。双龙珠可以同时放两粒或一粒，放两粒或一粒。诶，我先帮你们放一粒哦。嗯，好，然后。这个水本来就滚了。努力。它这个叫洗茶。洗茶。我要洗啊茶。我要洗杯。第一套保养的东西。哎，嗨啊！应该是可以。哈哈哈！来，请安哥，安哥请，安哥来 first。好了。我好像在烧水，有味道啊？好像没有，再摆个水灯。还要泡一下，还没有开啊。啊，阿里波斯超。你带去哈。啊，你带去啦。送来房间。打你哦，打你爸爸这样。你他妈小乖，一下两岁鱼躲啊嘛，做两三看没有啊。那买是吗？茶叶蛋。哎，这个是高山茶。高山清茶。啊，我的茶叶蛋来的很少，很入味啊。哎，这个蛋好好吃，不错哦，茶叶蛋好吃啊，很入味哦，看着就很入味。茶叶蛋当然是好吃。嗯，茶叶蛋也是我们这里的那个吗？那个什么？那个最主要的 famous。招牌食品。因为我嗅到它茶叶蛋一来的时候就很香。对啊。你看它蛋黄都变颜色了，证明是很入味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好吃，它还真的，你吃了一口完你就不想停了。浓度，哎，很休闲了，这边比刚才开的还舒服了。哟，现在到晚餐时间了，所以我就带我的朋友来吃我们大三角我最喜欢的东阳蜜。哇，你拿好多，都不这么多哎。来，那边给他们算。来呀、哦！哇，很漂亮哦！来，猪骨浓汤。啊，这个就是梁记的东阳。二汤煎。哇，很泰国嘞，很酸 ，very good。来吃那面，哇，酱细啊那面，你知道什么面？什么面 ？Maggie 面。I don't think it's Maggie 哦。
是 Maggi 很细。金针面。我知道什么面。真的好吃，好的，很细，它很 soft 又很 smooth。那汤好喝吗？汤好喝，很酸。酸啊？很酸。因为泰国了吗？所以它感觉酸酸的，没有甜的。所以真的好吃，因为它酸。在马来西亚找到了。我的是诸葛拉面。诶，这个好料诶。好像拉面的汤渣。哦，那个塑胶圈，像我们吃的时候的手那个拉面的汤啊。哦，其实好像是不错。我也是很喜欢吃这个猪骨拉面的。哦，这个好料哎。两句都要。来。比较甜，因为他们说好像没空，好像真的泰国那样。吃吃点面。它什么味道哎？特别，它不知道。啊，对，看一点。北海那个吃那个港洋的味道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真的。真的是比较甜的。你比较喜欢这个还是这个？我觉得这个还是两个。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上次走到这边，你应该找到我。哇！这个 ramen。This one 哦。This is ramen. This is so good. 你要吃？你要尝，我没尝过。你再尝，好像很好。This is good. 好吃哦。好吃。给我帮助三个。给的话，三个都好吃。非常好吃，但是这个我比这个老板找不到。这个吃比较开胃，主要是比较开胃，真的。酸的东西开胃的吗？开胃啊，我还是喜欢吃的。我全部都喜欢。全部喜欢啊。